这个宅男女神呢，现在像水果一样，就是有当季的，也有过季的哈。就我们是在一直，我们是水果行销社吗？因为为什么一直在？没有，我怀疑真的还有宅男女神的存在吗？你呀，我应该是永恒的吧？我是宅男喜欢的类型吗？神像。我打帮你问，你可以帮我调查一下。我打帮你问一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又有六位女生，她们要分别用性感照片以及用性感舞蹈来争取宅男女神的位置。欢迎六位明星，你们好。欢迎六位，欢迎六位。有一些已经争取过这个位置吧？张景兰不是争取过了吗？张景兰不是已经不是宅男女神了吗？我也应该还算是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是2013开始当宅男女神的？应该算是就是被别人封上这个封号这样。所以你打算要撑多久？就是看能不能撑到2014。今年度第二名的宅男女生，可是，那第一名是谁？红糖是今年还是去年的？我可能就是有某些年这样子，某些年综合起来平均这样子。所以你是比张景兰早当宅男女生，还是她之后？应该我是你之前的，对，我是她之前。然后你现在还是吗？我希望还可以就是。是啦，所以起码我们今天有一些新的上市的水果，对不对？就是最靠离我们最远那两位算是新的吧，比较少见到。舒雨，所以你已经是宅男女神了吗？应该还不是吧，就努力中。旁边那个就是一个妹妹吧？嗯，雨薇妹是不是？所以你现在要当宅男女神了吗？希望别人当我是喽。刘勋哎，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好歹也是什么2011还是2022宅男女神，我来跳过我跟豆花妹、安心雅那些人。如果你跟雨薇站在一起，你就会很像她阿姨耶。哦哦，笑雨薇到她旁边来站一下。我觉得是刚好今天衣服的关系啊。今天是吗？她像社会局派来的，照顾走离家出走少女，有那个年龄层嘛，然后吸引各种各，OK， 所以你是要吸引中年人。对啊，宅男有一些是你知道30、40，那我是要吸引什么？所以我们今天有20位男士，以及有一位专业老师要评审你们的舞蹈，张胜峰老师，欢迎老师。你今天要用什么角度来评论他们的舞蹈？宅男女神呢，应该。第一个看看可不可以吸引到很多的男生，所以应该就是可不可以性感。所以他们因为这样，小一点啊，你的对，你的刘海没有他大，对，我要再更夸张一点。你是真的在喘还是在嘲笑张胜峰？不是，因为你们每次访问胜峰老师的时候，都趁他很喘的时候。真的，对，这次花了20万。包服装就10万，你那集评价好像还蛮高的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个转盘。是喜欢那个位置，我也只记得那眼花缭乱。转盘现在网络上热卖啊。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那位你们要跳的舞会被张胜峰老师评鉴哈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同时麻烦他们六个女生，就是拍了号称是《康熙》杂志的创刊号，也就是首发的那一期的封面。那他们必须要根据他们对《康熙》的感觉，来设计那个拍照的内容哈。这些照片也要经过20位男士的他们的评鉴哈。欢迎你们，请坐。欢迎。20位同学，就是现在不要客气的话，其实就真实的告诉我们。你们在心目中有把他们的谁列为是所谓的宅男女神的行列？如果一个都没有也没关系哈，就是如果超过一个也可以，就是你们可以，如果六个人都是你们心目中宅男女神，你们也可以举很多次手。请问有把红糖当成是宅男女神的，请举手好吗？红糖，故乡，家乡，
零啊，零票吗？是。没关系，我只能说他们都非常的老实。我们取样，我们是他们的菜。我们取样可能有偏差，对不起。他们是他们的菜，他们可能喜欢是清纯情趣。对，曾经有把刘勋爱当成是宅男女神的举手好吗？还是他们是五十间吧？都是五十间的话，举举举看好不好？举得起了吗？你的手是举得动的吗？都举得动，还健康。勋爱不是，有把张景兰当成是女神过去，集中在哪里呢？哎，好像是张景兰喽。哎呦，张景兰现在已经得意死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觉得陈艾希不一定通得过这一题的考验。对，我很紧张。陈艾希，你站起来，有机会。为什么要举？有把陈艾希列为过女神对象的举手好吗？有吗？有哎，可以重复投啊。徐忠亮，还是你认为举手才会被访问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啦，是因为看那个就是 B 2导那个 PAM， 对吧？你有看那个戏哦？我有看那个戏。看那个戏的动机是什么？以为有很多色情的部分？不是，就是因为正好在那个 YouTube 的首页上。哦，对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有新拍呢，看一下这样。就是新的面孔。哎，我也有拍，我也有。我有看到你有拍，我看到你有拍。你今天有拍？你在里面演的也是性感的人。我演的是一个很坏角色。邵雨薇，听说你被你的粉丝们评论说你不应该走性感路线。对，之前有帮周刊拍那个照片，然后它是比较性感的衣服。然后粉丝就是在粉丝团疯狂的骂说你不可以这样子，很生气。可是你今天又这样子，我还好。你今天你今天还是可爱。老师，你今天的照片不是也是性感的吗？还好，还可以。有拍的时候有很挣扎吗？有一些 pose 让我很惊吓，比如说要把腿打很开的，或者是要把腿挂在墙上。是摄影师的要求是不是？因为他们觉得我不够性感，我很多动作太僵硬，然后他们觉得我很像小孩子，希望我可以摆一些性感的动作，但是发现我摆了还是不性感。陈汉典，陈汉典，怎么样吗？你这样在后面闹，他怎么当女生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们聊得很开心，没有注意到，对不起。你以为他把腿挂在墙上就把身体移到别人身上？以为这样讲的话，应该先把他看掉，因为他说好像没什么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雨薇的照片，请看呀。这也太普通了吧。手上是有一只鸟吗？好像是你肩膀上那只，是不是？就是那偷了你的鸟。可是尾巴掉了。什么偷？是秃爱玩鸟，秃尾巴。为什么我有强点爱玩鸟？陈汉典爱玩鸟吗？从来没有。我想要看一下那篇的访谈，哎。哦，就是喜欢骑脚踏车去看鸟。我不懂，我先不要。我不是很懂这张照片。对啊，我也不是很懂。如果创刊号是这张照片，这个杂志会卖吗？完蛋了，这个不要说是封面，连夹页海报都不行啊。不是，雨薇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摄影师叫你把腿搁到墙上这些吗？对，然后做出来很丑。哦，对，然后就是感觉好像是没有穿衣服一样子。其他的照片，一般宣传照吧。这个可能在 Facebook 上就常常看到这类的照片了。还有吗？安静，因为这本杂志看到这个封面会误以为他是在聊如何养鸟。鸟是什么会放的那种杂志？如果性感度是一分到十分，十分是满分，觉得这一批照片有超过一分的举手，超过一分的有吗？一分都没有吗？有哦。所以志廷1.5吧。所以你可能会把照片转给同学说可爱，可是不会说性感。就是对他好像还不到女神的那个阶段。我们当天有进摄影棚去拍那个雨薇拍照的过程，我们先看影片。让我们来看看有蒙系教主封号的邵雨薇吧。看来蒙系教主要来挑战性感风格，似乎有点烦恼呢。我说的邵雨薇，你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紧张呢？来来来来，不要紧张啊！大家都非常期待你拍出不一样风格的照片呢。不知道这只邵雨薇这个照片拍起来有没有打破这蒙系教主封号，还变成性感教主？好吧，换你，再换你。
萌的路线嘛。嗯，对。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被公司下令不准有任何性感的态度出现。有这件事吗？路线哦。其实没有，哎，是粉丝啦，粉丝的反弹太大了，我蛮怕的。所以其实就应该维持你做萌系少女的身份呢。我现在还是很乖啊。所以等一下跳舞的时候也是会走可爱路线，是不是？混合的，混合的都有。所以粉丝是夺气的那个文内容，让你觉得真的以后不再走性感路线。上次有粉丝看到那个周刊，然后他就讲说，我在上面看到的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到底是不是你？如果是你，你可不可以出来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拍这种照片？哎呦，他是记录音档给你吗？自己刚刚请问这么清楚。口气是这样子，非常的可怕。然后他流了很多眼，他可能是很欢心的说：“我看到那真的是你吗？如果是你，可以出来跟我们讲。”对，应该对，应该乐观的看待。因为他流很多篇，他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？”他跟你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对，我以为你只是走清楚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你太棒了，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不是？因为他真的。看起来语气很凶啊！没有啊，那就是我们两个留的，我们充满欢喜的在。可是他有明确的说，你如果再这样，我就不支持你吗？他喜欢我清纯可爱的样子，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你那个样子。说不定是你家家长去留的。不会耶，我妈也觉得性感不错。而且不会只有这一个人这样讲吧？不止。所以你会为了他们一直保持可爱路线到45岁吗？我觉得这是看粉丝的接受度，如果他们真的喜欢我，我慢慢转型，他们还是会喜欢我。所以等一下跳舞的时候，你也会挨骂吧？可能会没那么